嗯，首先你好，帮几位同学问个问题，同学之前，有那个让您这边解过梦嘛？他说梦到那个有个鸽子嘛，您当初开始给他说是那个有远方有消息嘛，之后他正好是那个到那个观塘，就是那个东方台那边去，正好他在东方台那个十字路口看到有同样梦中的那个鸽子，所以说他想问那个。这代表是东方台这边有消息给他吗？不知道，反正看到鸽子就是有消息。同样的鸽子、啊、看见了不一定、啊、代表我这里，反正他的命根当中都有消息，他申请的某一件事情 啊或者心里想的某一件事情会有落实。嗯，好了。啊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